欢迎来到林掌柜频道。今次介绍一间烤鱼街煲放题专门店，它叫蚊蚊猪老火锅，个名都挺可爱的。在深水埗 A2 出口步行约6分钟就到了，这里可以任食刺身，还有大大条烤鱼、安格斯牛肉任食，仲可以嗌唔同嘅嘢任食大边炉，呢度可以任饮任食两个钟，可以食胡椒猪肚鸡、羊腩煲、药膳水库大鱼头，人均298蚊一位，特惠时段248蚊。环境细细，但系望落去都好干净舒服嘅，可以称之为小店啦。晚市会赠送一个刺身拼盘俾你。试完咧，各款刺身都几新鲜好食嘅。如果唔够喉嘅，可以再用手机落单，可以任撬刺身嘅。个主菜咧，我哋叫咗个烤鱼香辣鲜茄味。佢咧系劲大盘，而且条鱼都几大条嘅。配料有杂菇、娃娃菜喺个底嗰度嘅，大量芫茜、芹菜铺喺面上高。条鱼望落去都炸得几香脆。起咗条骨出嚟，食嘅时候就冇咁容易啃到骨啦。不过留意翻个汤底就唔系太热嘅，要煲比较耐先滚起。不过肚饿咧，可以叫住啲小食顶住肚先。我哋叫咗牛柳粒、毛肚、淮山串，每样嘢咧都辣辣地，餐前小食都唔错嘅。鱼大概滚10分钟左右就可以食得。鱼肉都几实嘅，炸过锁住啲肉汁唔错。个汤底番茄味好浓，建议叫中辣更加好食。滚起唔会越煮越辣，应该系加咗辣椒油调味，就唔见有啲辣椒啊、花椒干嗰啲。食完条鱼咧已经有些少饱啦。我哋调个酱油直接打边炉啦。呢度嘅火锅配料选择都几多，全部都系任叫啊！有安格斯牛、猪、鸡、鱼类都有，有自家饺子、青口、老牛筋、肚等等，仲有各种小食同埋刺身。麻辣汤里面都有好几种选择嘅，一堆嘅炸物啊、丸啊同埋饺子类都有，蔬菜类都几多嘅，仲有雪糕、粉面等等。我哋一盘刺身食唔够啊，叫多转甜虾三文鱼先。甜虾几大只，而且鲜甜，三文鱼就一般。呢度食完烤鱼咧，会收走个煲，重新俾个新煲俾你嘅。我哋嗌咗个芫茜皮蛋汤底，个煲系超级大个啊，而啲芫茜咧都多到有啲夸张，都几大手笔，可以当菜咁食都得。但呢个汤咧，因为清清地，因为近排食太多好嘢啦，跟餐送多盘安格斯牛肉俾你，有牌仔写明系咩部位噶啦。试过边款特别啱食咧，可以手机再落。如果细食嘅呢盘牛都搞饱噶啦，其实整体上牛肉都几好食，切得比较厚身。时间好重要，唔同部位嘅牛煮食嘅时间都唔同。呢度好细心咁写明个时间，值得一赞嘅，并唔系间间都做到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另外，我哋叫咗个自家制响铃，见好多张台都有叫到。个响铃几脆口，而且比较深色，同平时一样，赶佢3-5秒就得啦。都几大只嘅，都几好食。另外咧，呢度啲菜都几靓嘅，叫咗大量嘅蔬菜啊！出街食饭冇乜菜，打边炉不妨食多啲菜。我哋叫埋佢嘅自家制饺子试下，味道唔错，有虾味，细细粒。其他火锅配料都 OK 嘅，唔再介绍啦。又到甜品时间，呢度有几种口味嘅雪糕，系香港制作嘅，黑芝麻味同埋绿茶味都几好食。埋单加一，人均328蚊。嚟个小总结，呢度可以烤鱼、鸡煲、放题，一次过满足你3个愿望啊！
环境都好舒适，烤鱼个份量超级大份啊，味道 OK。牛肉系安格斯牛嚟嘅，几有牛味，同埋仲可以任叫噶。火锅配料都几多选择，上菜速度都好快。由于太饱，下次试埋其他。猪肚鸡、羊腩煲、大鱼头都好似好正。好啦，今集就介绍到呢度，多谢各位收睇，我哋下条片再见。